큰지 손을 더. 양초. 炒乌龙面材料有牛肉、乌龙面、油、洋葱、红青椒、蘑菇，可以用香菇，因为我在这里没有买到香菇，也不会有新鲜的香菇，所以我用蘑菇，还有黑木耳、红萝卜、味淋、蒜头、盐。我们先加入点油，
蒜头。洋葱，我们炒日式乌龙面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把蒜头爆得很焦很香，只要稍微炒出有点味道就可以了。红萝卜。放一点水，1分钟时间到。我们这样子的面就煮好了，出锅。
面都煮好了，可以出锅了。